当麦特议员和南非的总领事等一行到达金门的时候，经防部副司令官曾经在机场热烈地欢迎他们。随后，他们到达举光楼，听取了金门的简介，并且参观金站资料室和历史文物馆。巴麦特众议员等对金门的古文化品等文物都感到很大的兴趣。 接着，他们也参观了金门的政经、文教和社会福利的具体成就，并且实际看到了强大的军事设施。